大家好，小胖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。今天拿到的是来自日本的一款 HiFi 功放 ，HiFi 日本的 HiFi 功放。很多人了解这个日本人都做的是 AV 功放，对，其实它都是有的了啊。这个今天拿到的是来自雅马哈的 A-S801，这是一个大概价钱在万元以下。五六千的这个功放，总体让我感觉拿到它以后，一个是很优雅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它是一个很精致、很人性化的这么一台功放。如果你没有玩过日本的 HiFi 功放，那么如果你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会很惊讶，就是它在任何时候，第一不会打搅到你，它的每一个灯亮的都是刚刚好合适，不会说电源灯很亮。或者是哪一个那个表跳的又很炸眼，银色的。那其实小胖更喜欢这样的颜色，大家看到我底下这个路遥也是银色的，我比较喜欢银色的东西，我觉得那放在那儿就是一个很金属质感的东西，然后又很精致。本来我以为它的这个每一个面都比较锋利，我以为会比较硌手，但不会啊，它是一个打磨的很平的一个这个五金件啊，你会觉得真的是很精致。像比如说这个旋钮部分，很多国内厂家做的这个旋钮啊，或者是哪怕是欧系厂家做的这个旋钮，它如果是有遥控器控制这个旋钮的，那么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电机去驱动这个旋钮，音量旋钮这个拧。所以呢，你拿手去拧的时候就不是很好拧，因为有阻力嘛，对不对？它里面有个电机。那雅马哈这个人家也是一样，人家里面也是一个电机，然后你拿手拧的时候就很好拧，有一定的阻力，但是不会像那种。大家如果没有感受过啊，就可能不太能够理解，拧不动，或者是拧的要就很大，要就很小。它的这个就是哎，很顺滑的，人家里面也是电机，为什么人家做的这么好？这个就很奇怪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每一个旋钮，每一个按的这个力度，其实这个有没有用，可能也没有用，但是你真的是感觉它很高级，我会觉得这很优雅的一个状态。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拿到日系的HiFi 功放的给我的第一印象。它的 AV 功放也是一样，可能我觉得 AV 还没有它的 HiFi 做的那么精致，因为是旋钮少的原因吧。然后它，你说它很像一个 HiFi 功放吗？它并不像，它旋钮还是有，而且都裸露在外面还挺多的，而不像欧系功放是吧，就是完全没有，压根就没有，或者就是个屏幕什么的，它还是有旋钮的。后面的接线端子呢就明显会比 AV 功放少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有解码的，然后有这个模拟输入，什么光纤同轴都是有，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它没有蓝牙连接。其实有解码的，为什么不带个蓝牙呢？对不对？WiFi 也没有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如果你要玩蓝牙，你必须得还买一个蓝牙适配器。这个可能他怎么想的？反正然后这个接线端子啊，接音箱它是有两组，可以玩双线分音。其实如果除了双线分音以外没有什么用，但是我问了很多小伙伴，其实很多小伙伴家里面是两套音箱的，但是只有一台功放，比如说桌面是不是啊，一套书架，然后或者是一对小落地吧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它接两组可以切换听，不用换线，这样也挺好。我想想，哎，这个好像也是哈，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有用得上，我觉得 OK， 用不上那就我觉得没有意义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耳机接口，其实音质也是不错的，左右平衡的调节，高音低音的调节。你看很多这些大厂的功放都是有这调节，它考虑到这些功放毕竟都还是要进家的，不是要进的录音棚的，是不是？录音棚可以为设备而改变房间，家里面只有你设备去适应房间，没办法去调节你的房间。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，各种调节都是有，然后还有直通的模式。OK，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外观部分。然后参数它是一个145瓦，在 1K 的赫兹下8伏的阻抗下测试的一个结果。很多人说日系的功放就是虚标，其实它是不同的测算标准，就像我们说摄氏度，他们说华氏度啊，这个它测试标准不一样。所以145瓦，其实对于很多发烧友来说，这个数据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啊，这个确实也是啊。然后99的信噪比，我觉得也不算很优秀吧，一般吧，反正它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平平。总体听上来，我觉得这个功放的功率并不小，算大的了啊，算大的了。很多 AV 功放说100多瓦，那其实它是在俩声道的状态下测试的。那当然 AV 它是接很多音箱，在这么多音箱下它也没有公布数据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功放它只用接两个音箱，所以它的数据理论上来说还是比较足的。如果你的音箱灵敏度不是很低的状态，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。
你要说这个功放的功率有多么的强劲，能推多大的音箱，我觉得倒不至于。像这个档次、这个价位，能推动的大概就是小落地，我觉得6.5寸俩单元差不多没问题。然后低频也是比较扎实的，整体的功放的它的底噪还是挺干净的。如果要说中上盘、中下盘，这个功放是偏中下盘的，就是如果你的音箱是那种比较尖的、比较偏中上盘的，那么一定要选择一个类似于偏中下盘的功放，去把高频稍微抹圆一点，把低频量补足一点。其实很多书架音箱做 HiFi 的，相对而言的中高频会比较好一些。对，它的低频能量感强的、厉害的、很干净的，它都会留给它的大书架或者是它的一些落地音箱。否则没得做了，因为他做这么完美就没得做了。OK，聊这么久，这功放就有点像丰田的凯美瑞，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。它是一个很中规中矩，对得起这个价钱，然后非常人性化，做工很精良的这么一台大家都认可的雅马哈功放，没有太多的就是亮点，只能说买了个音箱，然后又不想翻车，就是想一直用下去，觉得很经用。啊，然后可以百搭各种类型的音箱，我觉得这个雅马哈应该是还可以的选择啊。它的各种旋钮看上去都很经用，用上去也感觉很经用啊。然后这种造型也不会过时，我觉得80年代到现在它都长这个样子，所以没有过多好纠结的。太多漂亮的东西与我无关，我要的只是一个音箱的伙伴，那么去陪伴我。大概就是这个一个日系的功放，可能你用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它都没有任何零部件会坏，哈哈，这个就是这个功放的一个亮点。它没有蓝牙，其实你说好吧不好，但是你说不好吧还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买蓝牙适配器，你的蓝牙就永远不会过时，对吗？很多功放很牛，但是带了个4.0的蓝牙，你就觉得很别扭，你用还是不用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买适配器可以不停的更新换代，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啊。在这外置蓝牙模块。也是个好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技术玩家，我是小胖。记住在我们的哔哩哔哩和新浪微博以及西瓜视频给小胖留言，小胖会及时的回复大家。优酷、腾讯、抖音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